六十石山花季主办单位富里乡农会，除了推出赖贴图富里福星为花季来代言，数号的晚间七点钟呢，富里乡农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会举办丛林野派对秘境望夏夜的线上开幕 party。十六号、二十三号、三十号晚间八点钟也会播映花季影片，还有抽奖、摄影票选等活动。没有实体开幕活动，承办花季的玉溪地区农会富里乡农会改线上活动来宣传。富里农会也将在16号将推出一系列的七大主轴网络活动。今年因为疫情的干扰，所以我们富里乡农会希望以更丰富多元的线上线下的这个活动来迎接挑战，然后也欢迎所有的游客做好防疫的准备，也欢迎到我们这里来玩。然后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也上到我们农会的官网，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六十石山花季主办的富里乡农会，除了推出赖贴图富里福星为花季的代言，十五号晚上七点，富里的农会脸书专页举办了丛林野派对秘境望夏夜的线上开幕 party。 那在地美食派对的话，我们今年新增花季，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就是说我们的伴奏的这些没有了，那我们今年就是推出了我们今年限定的金针握便当，然后我们是以在地的食材。今年有花季限量版金针花布里米握便当，必须要提前预定，还结合了农家妈妈推出澎湃的防疫美食派对箱，菜色包括了椴木香菇忘忧水饺、金针玉香冬瓜控肉、黄花菜西卤羹、萱草苦瓜风、南瓜金针笋包等十道好料，宅配含运费只要3000元，让游客用味蕾感受六十石山的美丽。记者高松双富里乡采访报道。